全就是吸毒。为什么演员就是吸毒？没事，加个油啊，跟人小女孩互动一下。好，准备好。拉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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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拉开。哎，表演了。好球！拉开空间，好球！陈明豪他是这个三分比较准和突破，我说那你就发挥你的长项。像郝瑞鹏他个比较高，但是他投篮一般，我就说那你主要抢篮板，然后我来控球，我来掌握全场的节奏。